想体验远离烦恼的世外桃源吗？古代生活等你体验。哎呦，不想活了！你不干活，那有活呢？死丫头，干啥啥不行，吃啥啥不成，我这老脸都丢尽了呀！谁能拦到我，就给谁炖肉。好像我的手机好像刷刷爱奇艺。在下十三里银子沈诺。哎呦啊，你这个人呢，虽然干活不利索，但有帮手好过没有。你还真是我见过第一个掉进钱眼里。一百两你就给我全花了。和你们不是我的主意，你赚的钱都不该赢我一半。你干嘛来？哎呀，王后上人，来来会。你莫不是喜欢两姑娘吧？不害羞吗？我此地无人，便无需避讳了。这地我死了，我也不能卖。我看看谁敢动咱村人。这戏必须演得真演得像。郎君，你看58岁的老太婆子，你就这么欺负我？我这还比你大一岁呢。表妹，表哥，一个家呀，他要想好，就得同心齐力。就成亲了，就等着你们三年俩抱。谁是三年俩抱啊？